丛云霞来自湖北，她的第一个动作是向内翻腾一桌半躯体，这个动作难度系数是2.0，在昨天的预赛里边她居第二位。好的，大家注意看，从这个压水花这个环节来看，丛云霞明显的比其他选手已经进行完比赛的选手的要好得多，向内翻腾一桌半。今天我们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好的欣赏世界游泳锦标赛跳台跳水决赛的情况，你的这方面的这个缺陷。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冯明霞第二个动作，103B。哦，这个动作水花不算太大，但是身体好像也是过了一些。过了一些，原因造成这个动作原因的体跳啊，定位不够，就是向上的那个腾空阶段不够，稍微急了一点，因此呢，翻腾力大了，所以呢，他控制来不及了。所以就有点过，这个动作只得了30.24分，这样在两个动作下来以后呢，他居第七位。下边准备出场的是中国小将冯明霞，他才12岁，他的这个动作是5132D，也就是向前翻腾一桌半转体一周，难度系数达到2.1。好，哦，基本完成的不错，基本完成不错，这个动作起跳就比较到位，就是说起跳蹬得比较好，所以它控制就比较好。稍微呢拉的时候呢，往前拉了一点。得了49.14分。冯明霞准备做的第四个动作301B，反身翻腾半周躯体。冯明霞这个动作呢，起跳定位不够充分，因为比较急，所以呢，成型一成型就开了。嗯。所以他就开始控制，所以还到入水呢，还是过了一点。得了42.75分。他这个动作完全可以应该充分的再蹬起来一点，把动作再放慢一点，把它推出去再带下来。这样入水身体就比较直了。这动作比较急。我们来看看冯明霞，他的第五个动作是5235D，这是向后翻腾一桌半转体两桌半，难度系数2.8。好，不错，这个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完成的不错，起跳比较好，因为收的动作呢就比较充分，准备入水阶段呢就比较高，入水稍微有一点往前拉了一点。他这个动作得了60多分，63.84分，累计分已经达到了230.97分，目前处在第一位。整个动作确实是非常漂亮。